各位观众，你们好。塑料袋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许多方便，但因此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。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由一些年轻人发起的无胶袋日，看是否能改变我们香港人的购物习惯。什么时候发明塑胶袋，可能很少有人去关心了，但是塑胶袋已经成为香港市民上街购物的必需品了，甚至买一份报纸都用塑胶袋装着，其泛滥的程度令许多环保团体忧心。港府则打算推行禁止派发免费塑胶袋的新环保措施，这对许多的商家和市民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。绿色学生联会则破天荒邀请到三大连锁超市携手，在4月15日举行415无胶袋日，是香港首次自发无胶袋日。全港共有近1200间商店参与，当天全面停止主动派发免费塑胶袋。如果客户需要塑胶袋，便要捐5毛钱给乐施会做慈善用途。为了宣扬无胶袋日，绿色学生联会特别在当天举行无胶电车游行，邀请到两大政党领袖，民主党主席李永达和公民党党魁余若薇，还有两位无胶袋大使歌星梁洛施和关智斌，一同出席无胶袋号电车启航剪彩。在剪彩典礼上，出席的嘉宾呼吁市民响应环保，自备购物袋，并表示会以身作则。无胶袋号电车启航了。沿着闹市呼吁市民共同响应，请大家支持我们四一无胶袋日，四一无胶袋日，四一无胶袋日。电车停在最热闹的铜锣湾市中心，嘉宾们并在现场派发环保购物袋，吸引许多市民争相索取。绿色学生联会主席何汉威介绍，联会主要是由一些中学生、大学生及在职青年组成，目的是宣传推广环保讯息和关注社会的环保事宜。他表示，这次活动是香港环保历史上重要的一大步，环保除了日常的教育之外，还需要一些实质的政策来配合。他很高兴这次活动十分成功。今日我哋見到其實街上邊咧好多市民咧都自備購物袋啦，亦都有好多人如果真係唔記得帶膠袋咧，都唔會以前咁濫用，因為佢哋係需要收錢嘅，佢哋會盡量將所有貨品擺曬喺一個膠袋，善用每一個膠袋咯。咁我希望呢一樣嘢咧能夠係長此咁延續落去，改變香港市民嗰個浪費嘅習慣。香港有許多著名的環保團體，為什麼一個小小的聯會能帶動這麼大的活動？何汉威说，这是他们7年来将有限的资源专注一个环保问题努力不懈的成果。有恒心和毅力呢，就在一个问题那里不断地去钻研。我以前都不信愚公移山的，其实我现在就今天我真的很感动，见到愚公移山其实都会有机会可以成功到。何汉威表示，担心这次活动高潮后香港市民会固态复明，他期待港府承诺在2007年实施塑胶袋收费才是长远之计。咁呢一样嘢咧，正正系香港社会嘅一大改变。咁到时咧，每一个商贩啦，或者系一啲嘅连锁店啦，佢哋派胶袋嘅时候咧，都唔可以免费去派出嘅。咁呢一样嘢系可以改变香港市民嗰个浪费嘅习惯。很多香港市民都表示支持环保的活动，包括一些喜欢购物的女士们。都会噶。是啊是啊，都会支持一下咯，是咯，现在个地球即是污染越来越多这样咯，是咯是咯。It's a good idea， 是一个好 idea 咯。看到一些家庭主妇也很有环保意识。是啊，我上街市都是带着这个环保袋的，
咁啊，个个唔用胶袋好啲嘅，教埋下一代俾佢哋可以大个一路可以习惯咗用少啲胶袋啦。有部分在超市购物的市民依然是一袋袋的塑胶袋，可见要全面推行环。说到兵器，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战争，可是在古代兵器可是有很多的用途呢。兵器在古代的中国社会不仅是战争的工具，更用作祭祀仪式上的礼器，而且它更是身份的象征，财富的表现，甚至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工具。透过香港海防博物馆所举行的中国古代兵器展，可以帮助观众认识兵器在中国古代所扮演的角色。这次展出的100多件古代兵器，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汉朝以前的军事技巧、艺术文化生活和文字系统的发展。展出的青铜兵器横跨1500年，中国青铜器的工艺技术从公元前2000年的夏朝已渐趋成熟了，商朝更是青铜器的黄金时代。当时兵器已有戈、矛、刀、锄等种类，技术更为成熟，纹饰更为美丽。到了春秋战国时代，连年的征战，兵器更有长足的发展。由于西周末期出现炼铁的技术，发展到西汉末年，青铜已演变主要用来制造礼器。青铜制的兵器已绝无仅有了。此次展览让参观者以崭新的角度去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辉煌历史。节目很快又到了尾声了，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场春夏服饰展。别忘了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，再见。最新潮流服饰加上艺术品 crossover 展出，给您带来内在美与外在美同时间的最佳展现。别致的作品是其中一个艺术雕塑品，另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10多位艺术名家的杰作。这是香港某著名商场举办的春夏服饰艺术展的一部分，另外还有多个世界级品牌的最新设计，分别在1楼和2楼交错展出。在开幕礼上，大会特别以芭蕾舞的方式做序幕，将古典气氛与潮流时尚融为一体。压轴的当然是最新的2006年春夏服装。大会还特别请来城中名模乐基儿、Lisa S， 还有陈嘉荣等人演绎。
为观众率先展现世界服装潮流。今年的主流偏向柔和，洁白的白色成为今年的主要颜色。女性化剪裁的半截裙，加上泡泡裙边的及膝设计，都成为春夏季的潮流指标。高贵飘逸的短身上衣，普照出一份可爱的女性味道。大会还特别安排古典音乐四重奏在假日演出，令场内弥漫着浓厚的艺术气氛。世界潮流品牌荟萃，加上艺术表演，大家在消费之余，一定会多一份额外的满足感。